不萨劝助比丘发二斗罗三秒三菩提心意，这个入佛门呐、啊，这大乘教义啊，就让你发菩提心。那这六千比丘与舍利弗。 为代表，但那随着文殊师利呀，到南方游方来了，到南方游方了。人在这路上或者住下文法的时候，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六千比就说：“说要想成佛道，得先发菩提心。发什么心呢？成佛的心。” 而若得了三藐三菩提，凡无上正等正觉、嗯。你要想成佛，断了究竟的烦恼，断了无名，那得从最初开始起，发菩提心。嗯 咱们讲大成大计，十论精神，说发菩提心，断断无欲。一发了菩提心，就把人间的社会上的事儿，财散，名利、岁啊，都断了。但是不是间断，是顿断。呃，咱们所以心要心。 呃、啊，见着寺庙，见着佛像，见着圣众，啊，也想皈依三宝。在你皈依三宝的时候，那老师啊，给你授三皈的老师，一定劝你发菩提心。啊，发了菩提心了。 才能渐渐的修道，才能成佛。发底发了菩提心呢，是什么样子呢？怎样来证明你发了菩提心呢？那你自己发了菩提心，你自己回光返照。我是发了菩提的心的了，我是要想成佛。 我要想度众生，嗯，法普钦的象藏，第一个，眼里世界。嗯，大家经常说，问我说学密宗，密宗，说密城的最根本，密宗最根本的三要道。 先说三要道，三要道合起来而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的内容，内容、啊、一个就是艳丽，对世间相什么都艳丽，这个艳丽心呐、啊，非得顿断五欲不可，把五欲精。 全断了。不，要离心，要离心，并不是舍弃众生，这一点非常注意。自己对世间厌离，晓得世间呐的危害性，危害性。你贪恋吧，贪恋就把生命没有了。 一贪恋世间，法身慧命就没有了。嗯，要人心得有大悲，大悲，大悲呢？你感觉事世间苦难特别多，那你跟任何人谈话，他都有苦难，苦难。 啊，那么的呢，就有大悲心，让一切众生都远离，说这个世间上的苦，说人生的苦，嗯，那苦很多了，啊，奈别离呀、啊，怨憎会呀、啊，五蕴之症啊，求不得呀、啊，生老病死，这一般的说这八样。 八苦交煎，八苦煎的，这煎挠你。这两种愿临世间发大悲心，非得有多若智慧不可。能然你没有多若智慧，你菩提心也发不起来。得有智慧，观察世间诸相。嗯，所以。 发菩提心，整个的说来，愿力、大悲、般若，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心的象征。这叫西藏密宗讲三要道。如果上司给你受法的时候，你没发菩提心，没有行菩萨道，他不会给你说灌顶的。 那传到大陆上来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嗯，那是很严格的。那要么在我们这个显教当中啊，你要发心出家了，老师啊，哦，看着有个人要出家了，收个徒弟，高兴的要死，也不是减灾，也不是问你。这是不合法的。 发了，嗯，所以舍利弗要想随着文殊舍利菩萨到南方游行去参访去，那舍利弗就跟着文殊舍利菩萨在这六千比丘。那文殊菩萨在这个道途当中，就劝他们要发菩提心。 文殊师利菩萨是表大智慧的，大智慧的。说你要想入佛法，先以智为主。这个智慧呢，就是你发心，发心就去足智慧。没有智慧的者，不能发心；不发心，你没有智慧。必须得发了菩提心。 那么呢，文殊菩萨把这六千比丘教化了之后，在路上走了，边行脚边教化，见次难行，经历人间，至福生东，说这庄严床，说了林总 往昔，诸佛成说止住，教化众生，大塔妙处。你是世尊，有往昔修菩萨行。这个世尊专指毗卢遮那佛说的，有化身的释迦牟尼佛。是文殊斯利菩萨说，走这个路程当中啊。 也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教化众生的。嗯，这是能舍无量难舍之处，舍什么呢？舍世间，远离世间，舍就舍弃了，舍弃了，嗯，我家庭啊。 财富啊，反正一切事情项目都能舍，啊啊，这是不思是处所？吧？难舍的能舍。咱们现在说普通，咱们说句话，就是看破了，看破了，什么都看破了，看破了放下了，放下了就是出家的意思了。 嗯、都放下了，又看开了啊！这个出所。事故此临，名称普文，无量佛刹。说这个地点呢、啊，这个府城啊，这个大塔呀、啊，是古来的祝福的这个大塔庙，大塔庙，啊、哦哦，这个是一切的。 祝福在这行化呢，普文的无量佛刹，到处都知道，嗯。那么这个地点呢，为这八部鬼神、天龙夜叉、前那波、优罗迦罗罗、乾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乃至人与非人等的供养场所，就是求福的地方。我这个城叫福城啊，嗯。 到这个求求福的，那么呢？这一段经文说说这个地点，所有在这城里居住的人都有福德，这叫福城啊。嗯，在人间说是福德的城。嗯嗯，防非子恶，不做错误的事儿。 嗯，为什么在浦浦城的东边东表什么？一说到处所，一说到方，方就是处所。先说东，各个的习惯都如是，因为太阳光最初出来是东边出来的，光明最盛的时候是到南方。 这东南二方，这个行的意思的，嗯，懂得这意思就知道了。呃，福成洞这个地方有个树林子，叫庄严窗说的人。这个地点呢，这个处所呢，非常殊胜。往昔诸佛都依着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。化众生。 嗯，同时这个地方有古塔，塔就是寺庙，啊、嗯，有个大塔庙，佛在阴地当中，释迦牟尼佛在阴地中也是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把世间难舍的能舍了，都舍了。 舍去世间一些难耐，呃，出家。因此呢，这个地点呢，名声很大。嗯，很多的佛都知道，有是八部鬼神常在地方这个地方啊，做供养的地方。要想修佛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三宝。 就到这大塔庙来供养三宝，因此说这个城的人，居住这个城的人都有福德。不能。是文若斯利，与其眷属到此处也。文若斯里不是带着他眷属，就到这个地方之后来干什么呢？ 说法，就在于这个处，说普照法界修德罗，这法的名词叫普照法界修德罗，这主题主题，嗯，还有百万亿诺伊托修德罗一位眷属，耶。Yeah. 主法叫普照法界，修德罗，修德罗就是七经，上契诸佛之理，下契当时的基说法得对基呀、啊，嗯。佛说书正法门，对这个文法之基嗯嗯。同时呢，一部主经包着其他的很多经。 那一部《法华经》包着很多，一部一一部这个呃《大方广佛化经》包着很多，这叫主经啊，这是主经。那其他的讲着呢，或者《维末界呀、啊，或者是眼企业、啊《楞严经》呀，《楞严》呢都是副经。所以说，这个修多罗的以此为主，其他的就为辅。这个经呢是入法界之经。 说成为法界，普照法界，是入法界之境。那现在咱们讲的就是入法界，《大风广观经》入法界品。嗯，文若菩萨刚在一此地，说这个普照大成经的时候，那这个地方的大海。 到处都有海了，海里有百千亿的龙王，那个龙王比咱们人还多，啊，人人类啊，龙类啊，它是一个世界啊，啊，有这么多龙来闻法，闻了法呢，又厌弃龙身，龙是出生道、啊。 燕雀龙神，虽然他有神通，没有神通，他的苦难比人多，他苦难比人类多，但是他有神通，但是他是畜生道，动物道，嗯，到、啊、文着文殊司利给他说这个普照法法门的时候。 得了法医验他的龙身，嗯，是吧？正修佛道，他又把这个龙身呢舍了，升到人道或者升到天道。这是讲文法的加斯力啊。家人，因为这人类文了法。 不论为什么法，有个什么因缘，你能够出家，很不容易的了。但是啊，当你出家的时候，很难的为他跟你讲发菩提心。我出家的时候，我师傅什么也没给我讲，也连业力心都不知道。 他也没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呀？现在谁要出家，我先问问他这头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呀？再给他说说法，法、哦。但是，很少劝他发菩提心。你们都剃过头，人家师傅跟你讲了吗？像这文殊师里边教授要发菩提心呐、啊。 要成佛呀！我想很少很少。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剃头的我都问，没有一个说我出家要想成佛的呀，没有，这个愿都没有，不是他们不发，他不懂。不懂。 那现在闻到佛法了啊！我要求成佛，我要发二度了三宝三宝的音，要发菩提心，学才懂得。懂得了也没做到？我说没做到的，可能过分一点啊。也有开始做的，为什么呢？不像。 因为你不像，不像一个发了度了三不三不的的心的人。那发二度三不的心还有什么样子吗？那当然有了。你的一切行动，你的思想，你所有的面貌，你显示给人的，那真是圣者。发了心就是圣者。 没剧足，这个心没有。所以讲经说要发菩提心好像很容易，发了这个心很难呐、啊，就你做起来很难呐、啊。啊啊，咱说一个信心呐、啊，有信心没信心？ 啊，有信心的人，他对于三宝，护持三宝，主持正法，他表现的跟一般的不同。嗯，那时候，我们到了法难的时候啊，不许出家，我经典都给你封起来了，不许看经。 毁坏寺庙，那你发了菩提心的人，你怎么对待？对，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对待？你能验射你的生命吗？受一点小灾害，你就屈服了，屈服了，屈服了什么意思？要叛佛了，叛三宝了。 背叛三宝了，啊，不信了，所以闻了这个法之后，像这一个龙，为什么专说龙啊？开始就说龙，他有神通，他福报很大，龙有福报，啊，但他也有灾难，啊，咱们说修罗。 俄罗斯能，能鬼神，但是跟天人一样福报，他没有天人的德，有天人的福，福报跟德是两回事的啊。那我们作为的师父有德，德呢是你出家就有德，那福报不够，福报够呢有知裁不够，啊 哎，有了是个什么象征呢？那就很多弟子请你要给你修道场，不会让你在陀寺里头住的，直接有人给你修庙，要请你当大法师、当大方丈去了，男女都入世啊。你没这福报，没有人请你。在在印度有这么句话：修佛不修会。 相相挂璎珞，修会不修福，罗汉托空钵，承认罗汉大了，没人供养他，他出去乞食，乞完了没人上他，完了脱空钵回来了，谁也不给他，为什么呢？没福报，我自己修，不管别人。那好了，那你就。 没人供养你吃饭，嗯，人修慧，啊，不修佛呀，有这种现象。修福不修慧呢？呃光做好事儿，啊，做好事儿，啊，没智慧，堕了畜生道。畜生道。到时候呢，呃，还有什么佛吗？有啊。 那在印度说，香象挂璎珞，那国王骑的那个象啊，一个象，几个人照顾，几个人呢伺候这个象，那象一走动，脑壳身上挂着珠宝啊，璎珞呀，这怎么有福报？那个象没什么苦难的，那我都没看到，印度的象没看到。 我将到拉萨去打拉，达赖喇嘛他有几匹马，他一年也不骑一回的，他就出来坐轿子，那、哦、不骑马、啊，他让养几匹马干什么呢？准备，准备，呃，这些马呀，福报很大，福报很大，啊，一个马两个人，这个马奴啊，马夫。 啊，照顾马的，一天要给马早些要给它刷呀、洗呀。我看见那个马是豆子。咱们说贝母啊，那那那时候抗日战争，贝母出不到口，西藏的贝母成了。咱们的药铺买贝母，这么一钱一钱，几个几个称，大家到药铺去买去吧。贝母很贵的药材。 我看那些马一晚一晚的用被膜来喂它，在干什么？一年到了也不见得骑它一回，就是养起的。说那腹部很大，那马圈里头那马夫给扫的干干净净，比那西藏的农民呐干净的多。但这可是畜生，这就叫。 佛经上所说的“修否不修坏”，确实如此。有些畜生比人过的日子好得多。大家看见现在养宠物吗？看见了吧？养宠物啊！哎，那个小狗啊，哎呀，抱着它一天呢，比他儿子还亲。特别在国外，看见没有？上车，车门打开，先把他宠物抱上去。 有福吧，但是可是个畜生。对，这就是要福慧双修，以智慧为主。嗯，而这些龙王，福报很大，但是畜生。嗯、他有神通，有神通。 的神通嘛，不是了生死的神通。嗯，呃、嗯，战胜其他的众生。嗯，这一万个龙闻着闻着的说法，都发了二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但发心，还不退转。发了心就不退转，为什么？断断无欲，发了菩提心。 财、产名、是、帅啊，三乐道没有了，顿断，那有智慧啊，没智慧五欲断不了的。有子啊，这五欲啊，是人生的苦难。嗯，这贪欲把那四方了。 八苦里头，耐别离怨憎会。这现在的社会人，这个苦难很多很多。你的冤家离不开，凭常在一起？嗯。能耐的呢，非离开不可，有耐别离苦嘛。嗯。到了五没这个境界了。 那五月都断了，没有耐了。嗯、等咱出家的时候，啊，隔离的耐，隔离的耐，对子女、对妻子、对家事，可以说不打招呼走了可以，去出家去了可以，但是对父母不行，就辞亲。 啊，大家每回剃头的时候，单都在外头立个牌位儿，向父母拜，要慈，不是割。对其他的割难，好像，但是一出家，发心成佛，嗯，发心是成正觉，咱们做不到啊。 一发心，一出家了，一落法了，正了初住，顿断,断无欲，实心满了。咱们讲前头讲那求住篇呢，就这个意思，是吧？那六千比丘转小向大，成了菩萨了，嗯，是、嗯、吧？断,断无欲了，嗯，住在菩萨位。 有神通，也住了菩萨位了，也断了五欲了，你神通之然就显现了，智慧就来了。那这一万个龙，也是这样的，舍了龙身，发了他们三宝三宝的心，断断五欲。我认为如里说这法的时候，还有其他的无量无数众生。 在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三成，各个不同，各有条幅，发心的大小，发心的大，啊，发心的小，就受了三成的果报，是吧？文殊慈利菩萨见此难行，度了六千比丘之后，到府城东这个地点，到人世间。 嗯，入于、啊、社会，说这个普照法界修德罗，说这部经的时候，那、啊，那这个龙得动，还有其他的发心众生得动，而是我若是那菩萨劝助比丘发菩提心已。 把这一笔就劝了，发了菩提心了，见次难行，还是往南边走，经历的是人间，经历人间啊。那么经历人间的时候，就到这个府城东，呃，前面说了啊，呃，到这个府城。 这个城呢都有佛，以佛来立的城的名字。嗯，嗯，到这个说法说法啊，这个地点叫什么呢？大塔庙，大塔庙，说过去祝福都在这说法，释迦牟尼佛、新菩萨道也都是在这儿待 这时候斗天龙斗夜叉，文殊师利菩萨与诸眷属，随着文殊菩萨到南方行化的时候还有很多眷属跟着他一样，嗯啊，完了给这些众生说法，叫普照法界修德龙。啊呃、啊啊、这部经啊的名字，嗯。 修多罗就是七经啊，这个经契合当地的众生他的根基，契合佛说法的这道理，啊，那一般的印度说呢，经很长的长行经就叫修德罗，嗯，有时候大部头的经，嗯、都叫修德龙。嗯。 这一下是玄谈，我这个我入室的菩萨在这行话时候，先玄谈，经典玄谈，咱们讲完经再玄谈啊，因为玄谈大家没有文字摸索呀，没学过的，呃，先讲完经文啊，师父承认。 文文若斯的孔子来到这个地方，在庄严床说了林中、大塔庙，说是,是府城人呐、啊，听到了文若斯的菩萨来了，在这个大塔庙里头住，给大众说法。这个城里头的人，那离这个大塔庙。 还有一段路啊！大唐庙不是在城里啊。这时候，在城里头的,的人，要来到文殊菩萨处。都来了哪些个呢？有优婆塞，明月大字，与五百优婆眷属去。所谓须多优婆塞。 破虚达多优不塞，富德光又不塞，有名称的优不塞，失名称的个优波乐德优不塞，普惠优不塞，善会优不塞，大会优不塞，贤会优不塞，贤圣优不塞，如是等五百优不塞。 五百个，犹在，叫进四南，咱们现在就南角色，南角色啊，啊啊。那么这些男角色以这十名为首，一共有好多呢，有五百，五、啊、百，都来到文殊寺里童子所，到这到大草庙这头。 来朝见文殊师利菩萨，顶礼文殊师利菩萨。那印度的规矩嘛，顶礼完了，围着文殊师利菩萨宝座要要三扎。要完三扎了，退坐一面。优、呃、不晒五百啊，有男必有女，还有五百优不夷，富有五百优不夷。 所谓大坏又破一，普光散光又破一，妙身又破一，可乐身又破一，贤又破一，贤德又破一，闲光又破一，闯光又破一，得光又破一，散木又破一，入世等，五百又破一，就是。 女居士啊，也来到文殊寺里菩萨童子所，顶礼文殊菩萨主，又要三张，我退坐一面。复有五百童子，所谓善财童子、善行童子、善戒童子、善威仪童子、善勇猛童子。 善思童子、善慧童子、善觉童子、善言童子、善背童,童子、善光童子，如是等五百童子来一文如是的童子说：“顶礼七住，又有三丈，退坐一面。佛有五百童女。” 贤善童女、大字君女、童女、贤成童女、美颜童女、兼惠童女、贤德童女、有德童女、范寿童女、德光童女、三光童女、入室等五百童女。 来一温柔似的菩萨说：“顶你其柱，又要三张推出一面。”优婆塞呢，咱们翻的进士男，常在寺庙，嗯，有时帮助寺庙做些杂物啊，有护士寺,寺庙。优婆夷呢，叫进士女。 这个都是受过五戒的，受过三皈五戒的，这些个名法名是受五戒的法名，不是当时的他们的在家的名字。嗯，像男居士、女居士，男童女、女童女。 是表文殊什吧，教化这一众生，是实作实行、实会相、实地，这是最初开始的实信位、五十位，也表法，嗯。那文殊这个到这儿要说法，必须得有证啊，听证啊，嗯。 这是两千，嗯嗯，已经两千了，嗯，还有的其他的大众啊，而是我如此的土著、只夫、成人，心已来尽。随其心要，现自在身，随这些个来的大众。 参加这个法会的来文法的，嗯，文若菩萨随他们心里的喜欢，给他们现身说法，微光合意，文若菩萨身上就放光啊，啊放光啊，文若合意，这光是照着大众，迎被大众，以自在的大慈。 令比清凉，而在城里头到这个大塔庙来，走得很热闹、嗯。嗯，菩萨以他的清凉，我若不道到哪儿，专出众生的热闹。咱们这清凉山，也叫清凉。嗯嗯，菩萨的大慈悲，先把他的热闹给他除掉。 肯定出热闹。完了，以自在的大悲心给他说法，说法让他离痛苦；慈呢，给他们清凉快乐；悲呢，把他们的痛苦给他说法度众生。以文入子里不得自在的智慧，知道这些来的人呢，心里想什么。 他要求个什么？所以以广大辩才为他们说法，这些都是陪衬的啊，主要是善财童子。我若不在这就是度善财童子的。那这些个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、五百优婆塞、五百优婆尼，呃。 等着都沾善财童子的光，文法的光。所以这个时候最大的根器啊，文如是来如是来度善财童子的。观察善财，以何因缘而有其名啊？这个童子为什么叫善财？一定有因缘的。 嗯，在观察他，观照荣寿寺律师以慧眼观察呀，知道这个童子就是三岁童子啊，他初入胎的时候，他投他母亲投胎的时候，嗯、他这个宅子啊，七宝楼阁，只言出现七宝楼阁。 没有匠人修啊，在这个楼阁之下有七种福昌，听懂吧？说昌的都是什么呢？啊，那宝贝啊，啊，那地字开裂，在他一降生这个地点，那地就裂开了，嗯，有七宝压产生七宝压，金人。 琉璃、玻璃、珍珠、砗磲、玛瑙，自然出现奇宝；地裂熔现奇宝。三财童子出胎十月，跟平常人没有什么差别，在母胎住了十个月，然后诞生了，生的时候。 相貌庄严，他形体之分呢，端正居中，功德福德相，他那七大藏的宝物，高下各满七层，七层呢，就那时候以人这个手啊，到这胳膊这儿，这么七个，这七宝的长有这么大个地方，那，福以财增。 自然而出现的五百宝器，种种之物自然盈满，所有生活之具需要什么有什么，自然来的，天然来的。所以在金刚器盛着什么呢？有、就是、香炉，而金刚盛的香炉。 剩一些香，还有以香气增剩种种衣服，种种衣，嗯，每月的气增生满了种种的尚未饮食，这咱们简直讲天厨妙供啊，那一类饮食，不是咱不是咱人间豆腐啊，豆腐干啊。 不是这类的隐士啊！天位，摩尼气宗盛满族种，殊于珍宝。金气圣人，人气圣金。金的器皿里头都是人子，人坨坨；人的器皿里头是金气啊。形容词。嗯，形容词。 还有摩尼宝、玻璃器、车磲、车磲器、盛满玻璃、玛瑙器中盛满珍珠、珍珠器中盛满玛瑙、火莫尼器中盛满水莫尼、水莫尼器中盛满了火莫尼，如是等，有五百宝器自然出现。 随福伯来的，随人来的，一语众宝集诸财物，一切宝库悉令从满，言而满足？一尺四共，有善财童子一降生，出现这么多奇异的事情，他父亲跟他母亲就请那个善相师来给相。 嗯，三相寺说这个小孩子叫善财，这些这些个宝物啊，不是求来的，也不是求来，自然而现的，说叫善财童子，啊，童子啊，所以还是个还是个小孩子童子之身呢。又稚使童子，以诚供养祝福。 在过去生供养了很多的佛，善根呢是深厚的，深重善根，信解广大，常乐亲近一些善知识，啊，当童子的时候，生口意散业呀，没有过错。 三业自然能十三清净，没有错。进菩萨道，求一字成佛法器。三不罗似的观察说，说这个童子是成佛的法器的，他是想求成佛的，不是求一般的。提心清净，活向菩提。 嗯，心里头全是清净心，没有垢染的。如什么样子呢？广大如虚空。这法界清明，回向菩提成佛，无所障碍、嗯。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说他过去的智慧、得力具备的，说叫散财。 从城里来到这个法会，两千，那文殊菩萨只看中了善财，而这才是真正法器，而是文殊菩萨入世观察善财童子，仪观察他，看他的相貌，看看他过去的福德，嗯。 难为开胃，特别难为他，跟他演说一切佛法。无论说什么法，三才童子才生信心，在文若师里菩萨生起信心，表示信畏。嗯，嗯。 升起信心了，要积累法菩提心，法布了菩提心了，要学一些佛法，所以才五十三餐。那在、个、第一餐呢，要忏悔如的菩萨，一切佛法的次第法，一切佛。 众会清净法，说一些佛法轮化道法，有说法化道众生，说佛法轮，大轮，说一切佛的色身相好法，说一切法佛的法身成就法，说一切佛言子变才法，说一切佛。 光明照耀方，说一些佛平等玩法。这些法是专对善财童子说的，不是前头那些大会没有这些啊。如何才能成就佛法？才能成就佛？佛在众会所有演说的。 清净法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成就如来果，成佛转法轮，化导众生、嗯。佛的色身相好是修来的、嗯啊。那佛的法身呢，也是修成就的。法身跟众生法身是一样的。 说一些言辞辩才法，说辩才无奈，说法化众生，说一些佛的光明照耀法，这是这些法专给善财童子说的。说一些平等无二法，说平等呢，就是理和事，完全说的法身，嗯、啊。 是理四平等，因果平等，出发心是成正解。你一发菩提心就成佛了。但是呢，发心难，入十二心出心难呢、啊。是纯上理事的，是吧？因果相舍。成了佛了，舍一千些因。 呃，刚发心舍以后一些国，因果同时平等不二。这些法都是甚深的，对当机纵而说的啊。而是文若斯利童子为善财童子。为 主要是善财童子，今日大众那些文法的人来了，那些个五百优伯赛，五百优伯鱼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这些大众啊，给他们说了这么多法。主要是当机众是以善财为主，说法呢叫殷勤劝喻。 啊，这这诚文斯师利菩萨是殷殷勤勤的、诚诚恳恳的，令他增长信心，增长他学法的力量，令他们欢喜。主要是让这与会大众发无上正等正觉的成佛的心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 你为二世力不得的加世力，Italy, 令他们回忆一下，回忆什么呢？过去所有修的善根。例如说，我们现在大家学《黄帝经》，如果你过去不是积累的，你没有这机会学安《黄帝经》。 没有这个句，这就是过去自己的善根。但是你说要让我说，我可说不出来啊！我如里不祖给他们都能说的，说他的善根。我们只是看现象，看现象。那为什么都在看看他本子，什么本子就是他的善根。 有什么根，发什么芽，发了芽了，完了就开花结果了，完了就成佛了。以文弱菩萨的智慧，加死他们，让他们都能知道自己过去善根。菩萨把这个做了，发给他们说了。 嗯，完了为众生宣说法，而后然后而去，去呢就是离开了，说完法就走了，啊，没有离恋的，哪有依恋的？嗯，而是善财童子受文殊所。 文殊是种种功德，就是在这大塔庙，文殊菩萨给他说法的这住所。文了法了，他就发心，全球，偶尔都能三藐三菩提，嗯，这样，求成佛。 随文殊师利而说颂焉。这个菩提心是什么位置呢？善财童子这么多的功德，究竟他是圣人呢，还是凡夫？过去的大德有很多的说法，啊。 那么依照经文说，嗯，说地上菩萨、登地的菩萨，说正发心，正得了发心，这是一种啊。说地前的，就是咱们是得凡夫，咱们是夜报身、时报的凡夫，但是有过去的善根。 有过去善业，相信过去你或者闻到大广播环境，或者听到大广光光境，或者读诵过大广播环境，或者也听闻过，就是许善。过去的善根，现在信根成熟了，由于这法、遇这环境，而能学，而能修。 但是你必须得理解有智慧，什么智慧呢？现在的心切合你的本性相体，你又是出了家，生在佛家，受了三归的就为佛弟子了，生在佛家。如果再登了地，入了法王宗。 有了法王的总行。往前说，多闻，多闻就是经常的听着大乘经典，熏习，这以大乘经典来熏心你修的善根，那善业熏心，嗯，咱讲大乘起修了呢，二种熏心，嗯，这成就佛种。 嗯，就是三宝皈依佛法成三宝之内的，发了心，发了菩提心，就成为菩萨种性，菩萨种，如了菩萨种性、嗯。但是一般呢，分成三位，一个是。 见闻位现在我们都是见闻、见法、闻法。前生的善根，今生遇着学文殊普贤，环境就是华严经，就是学文殊普贤，这是一个前生的善根。 三业成熟的，这是见闻，见法闻法，见菩萨闻菩萨，呃、就是，见闻，是相啊，见闻味，还有解行为，解行为啊，解行为呢，就是不但见闻，而能理解。 不但理解，而能去做。能做，这属于解行为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，《天目寿华严三品》，你每天就是静心本说嘛，啊，你那就是修华严。 专业的解悟，心解悟，理解了，得到文殊菩萨教授，你的心呐，知道怎么用？文殊菩萨叫我们三重其心嘛，这心怎么用？吃饭、穿衣，那是睡觉，啊，做梦，醒了，没离开文殊斯利菩萨。 你面面的三种齐心，那时候佛教导，有些道友问我什么样修行？我说你就一个，静心品就够了，直至成佛。老师呢是文殊菩萨，睡觉、穿衣服、吃饭、上厕所。 于是文殊菩萨教授的三种起心，对你面面都在文殊师里不萨大智慧当中，这就解行为了，不是见闻了。不但理解理解文殊菩萨教授，而且是做做就是行。看来很容易。 做起来很不容易，为什么？断呢、啊？账那很多呀。我一百四十元，你一天都做了几个呀？都忘了，不是忘了，业障账了，不是你的忘，账你不能去做。 没谁仗啊！哎，你自己心呢，说业障业障嘛，你过去的业给你障住了。我、啊、说你上洗手间，你就没念着起贪嗔痴，捐出罪法。不但自己要捐出罪法，让一切众生都起贪嗔痴，捐出罪法，你做了吗？说我做了，这做没成功。 天天做，念天做。不论你一天，如果是你的心呐、啊，常在这上，这就解行为、啊。就是信、做、行、回向，来等地的菩萨。 都入世做，你就能够到了普贤位，也达到文殊位，还有正入圣，正圣，因为圆满了。像咱们说的十一地方，嗯、就，是现在善财。 一生成佛，正入正入了，他的一生正入什么位啊？修信的时候，刚发菩提心，信位；等住的时候，诸位；五位，五个位。他一生亲历就在一生，从信到成佛，到了普贤位。 参普贤菩萨，我说这个善财童子就证了普贤位了。信位、助位、行位、回向、十地、十一地，普贤菩萨一声顿证，嗯，由证入生。 好了，今天就讲这里。